就是32分啊，所以就没有过。那没有过，那就非常难过啊，那情绪就失控。来，我们的柜台没过就再考，对，到这也没用啊。这样啊，没考过7天再来就好了。很多人都嘛考个5次以上都没有这样了。你怎么会教人嘛？我叫你行，叫你走，我跟着我行，我走。啊，我是今天才听个朋友，我哪知？讲解就好，讲解吃了。我没送啊！弄死你会爽？不要啦，他又没怎样，你干嘛？这么大的地方，出来吧。好，出来吧。你倒大霉，你倒大霉了啊！哎，哥，弄死我！没有，我是在自保哦，我是在自保，我不是要干嘛哦。你警察来，啊，警察叫来，啊、没有关系。天德，我没送，弄死你会死。不要啦，你还到不到屋子？快！那个大姐，这个钱先找给你了，对。你今天都不用赚了啦。好。你有什么东西啊？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你倒大霉了啊！哎。哎，怎么了吗？你怎么会这样欺负我嘞？欺负我倒大霉。2小时内，即代为涉案人等，全案依聚众斗殴罪送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面对利益问题应理性沟通，切勿借故争端。警方绝不容许不法行为挑战公权力。对于触法分子，我将依法就办，以维护市民安全。经本所员警到场了解，为一名陈姓男子由妻子再送回家，在门口附近路口，因为该名男子迷醉，由其父亲以及其兄长三人共同合力劝阻，
返家。本案后续由处理员警依职权进行家暴通报。